各位 YouTube 嘅朋友，咁我嗰、那個、今日嘅第三集咧，即係119.3嗰個萬不同集咧，就已經係錄製完成，咁就會而家上載緊去 Patreon 噶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加入 Patreon 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支持我，大家互相支持，咁就我諗要即係講清楚咧，即係。YouTube 呢個 platform 咧，我冇取消到嘅，亦都唔會取消嘅。咁其實呢兩年多裏邊有好多，譬如話呢、這個猛思潮啊，同埋透視歷史解密政治嗰啲咁樣嘅專輯啊，有啲電影評論啊嗰啲，其實都冇乜時間性。大家可以睇翻過往嘅節目係嘛？咁如果覺得值得嘅，咁可以即係加入 Patreon。咁至於一啲時事評論咧，咁我諗大家如果有睇我 Facebook 咧，我都會好即時咁樣去掌握去做一啲快速嘅評論。我想講一樣嘢就話，其實而家我係希望努力係有一個平穩嘅發展喺個 Patreon 嗰度達到一個目標。咁呢個目標咧，有賴各位有能力嘅人去去幫助。我知道有好少部分嘅我嘅。觀眾咧，咁佢哋因為呢啲原因咧，佢可能係入唔到個收費平台。咁但係即係如果我亦都有考慮佢哋。咁但係如果我嗰個 patron 係能夠穩定地達到一個目標嘅話咧，咁我就可以酌量地部分地開放翻我嗰、那個即係免費節目，可以就有啲共享喺裏邊。咁呢個其實而家我做緊嘅，雖然暫時唔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啦，咁但係將來過咗一段時間，我都可以將佢變成 archive 形式，將呢一輪嘅萬不同集係擺翻上 Facebook 嘅，唔係擺翻上 YouTube 嘅。呢樣嘢技術上都即係我而家唔可以承諾，但我覺得係可以做到。咁所以就話應該有一大，我相信有一啲對呢個節目有興趣嘅人，咁佢亦都有能力去支持人咧，佢哋可以以行動去表達呢個支持。咁如果係亦都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入去 patron， 咁佢有一個穩定嘅發展咧，咁我哋做一個平衡。咁嘅時候咧，就到時喺免費嘅節目，我哋都可以重新考慮係擺翻啲落去。即係 YouTube 呢度我冇話而家會停曬，而且舊嘅嘢都好好睇嘅，我覺得係嘛。至於有啲人話覺得呢個節目唔吸引你嘅，咁你可以擺 comment， 其實我覺得冇必要嘅，係咪啊？如果你覺得唔值得嘅，咁你咪 unsubscribe 咯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自由嘅選擇嚟嘅，係嘛？即係冇人逼你要去訂購。即係免費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嘅，同埋你冇人逼你中意我嘅節目嘅，咁所以如果佢喺呢度做文章咧，咁我諗嗰啲都其實我都如果我可以主動行動咧，我就一早咧就主動係幫你 unsubscribe 嘅，係咪啊？你冇必要跟住我呢個節目嘅。咁但係有好多人佢可能暫時係適應唔到咧，咁我俾啲時間你哋考慮啦。咁啊，今日呢個節目咧係比較上你可以話學術啲嘅，但係其實我講完之後睇翻咧又唔係嘅，就話我有三本書，呢三本書咧就係59年、60年同62年出版嘅，就係一個歷史學家叫做湯恩比。就寫了一本關於美國革命的，同埋一個中國問題的學者，就叫 David Nelson Rowe。咁佢就係寫了一本對美國對中國政策，即係現代中國簡史啊。但係佢有啲中國政策的分析。另一本咧就係1960年金乃迪總統喺上任之前嘅一啲外交政策點樣建設呢個和平嘅。咁呢三本書咧都係實體嘅，差唔多同時代嘅。596062的三本書，其實我覺得呢，即當你要研究歷史，實際上拿著一本當時出版的書呢，就是很有價值的。
咁就另外一本就係新啲咧，就係美國曾經任過駐北京嘅大使嘅李傑明先生咧，咁就係過咗世幾年嘅啫，咁就寫咗一本《China Hands》。咁即係我覺得咧，即係呢啲咁嘅嘢咧，其實係都冇乜時間性。咁但係亦都好關鍵，因為而家中美之間嘅關係咧，正係一個好敏感的時機，咁呢一段片咧就可以即係希望大家了解咧，就係話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做一啲分析研究，咁啊同大家分享。我覺得呢條路咧係越走越寬敞，同埋越走越穩陣，係咪啊？至於時局嘅分析咧，咁我又唔會放棄嘅。咁但係而家香港嘅時局分析咧，其實都係兩個字。都不是我第一個說的，叫 So what， 你發現他這樣，你踢爆他飛行服務隊，你這樣你那樣，楊潤雄什麼什麼什麼，他就是答你 So what， 是吧？所以我們要沉住氣靜觀其變，不需要太過深入分析香港裡面的政局的了，是吧？我們要個關注力在那個國際的大勢裡面，而我們是要就是總之就要很冷靜，然後是要很忍耐啊。咁呢啲咧就係同所有嘅朋友，包括 Patreon、YouTube 嘅朋友分享嘅。咁希望今日多啲人係參加我嘅 Patreon， 咁等我哋嘅節目可以壯大發展。拜拜。